小蛋糕，昨天那个录一半，我今天给你们重新录一个。这个是草莓和奥利奥的。好吃。中间还有蓝莓果酱。这草莓好酸啊！我看到对面有个人楼上在看我。我小时候吃蛋糕就只吃奶油，不知道有没有和我一样的。
拜拜。小蛋糕，你们一直要的小蛋糕来了。没有巧克力脆皮，但是里边有脆可可。这绿豆沙好好喝。提拉米苏，我没想见送过来这么小，100多呢。哇，好吃哎！它这是慕斯蛋糕。
好细腻，太好吃了这个。我以为很大呢，芋泥蛋糕，上面这个应该是无花果干吧。我一会儿慢慢嚼吧。哇，千层蛋糕。
芋泥特别多。嗯。